是的，反正你习惯吃什么。没有了。好，我们看看发抖。去玩了。我们可以看看发抖吗？看看你对面那个人。什么？看看你对面那个人。对面，你对面。睇你对面个人啊。小王，你唔好拉下啲咩嘢。好，然后睇下冇得再发。看看每个人。个饭团分享是我习惯性那个是我还是分享今天的烧锅每天你爸比较忙为什么啦分享今天的收获啊哎呀可能会唱两节吧不要超过四分钟我先这个是麦来的但要自己放大把声这个是自己的要放大声音的麦克风对这是麦克风然后我这个快来已经回去了好你播放了吗我今天挺享受的很慢的他今天享受很慢的我其實同埋今日咧開始嘅時候咧，係啱啱遇到阿九零。啱開始嘅時候是遇到九零。我都係第一次咧，同一時間 engagement 加依、這個依、這個 low 嘅 kinos。嗯，他說他同時呢是進行了這個。叫做什么低的个人空间同埋低的个人空间同埋呢个契合契合这两项觉得嗰件事几有趣嘅就咁啱法他觉得这两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后边大家的状态开始好快攰啦我觉察然后就他发现大家状态很容易到后面就比较因为比较多是九零同埋野草比較跳得比較多，不過臨尾野草嗰度係差不多瞓覺咁滯，但係我就好享受個慢。他很享受這個慢。咁你畫一幅畫就得。今天畫了一幅畫。他們什麼時候畫的？怎麼不知道？我們做呢個基本上係跳完初段，跟住大家仲未開始攰嘅時候畫。就是基本上跳完初段，然後大家還沒開始累的時候。好，分享。好，逗我啊！好像我都在睡觉的感觉啊。哎，一开始的时候，哎，好像是这个姐姐在我对面，对吧？但她手一搭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本来我的钥匙很多，我现在想睡觉了，就蛮舒服那种感觉，特别舒服。我不知道你有那种感觉，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孩子就困了，就该睡就睡了，反正就是一个体验来，听懂吗？我今天一开始是用了那个闭眼的，就一直在前半节都是用闭眼的方法，就他们说了，然后闭眼了，我也不去考虑他是谁，而是说就是直接。谁给我个球就去接那个球或者去回应那个球对所以也没有即使有时候会在地上捏成一团都还要去跨越还是要接那个球其实有一些 argue 啊，有些挣扎就说哎，其实或者会踩不踩他进啊进啊这样那其实我都还蛮有信心的就其实哎，没关系了反正就应该不会踩到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有一段突然有一段那个疯狂的那种人海风的状态因为最近学了游戏力就是有点像宣泄一样打枕头觉得打枕头有一个很好玩的那个有点那个在玩仔的那个卡门的那个跳舞觉得好好玩卡门我记得跳然后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宣泄的一个状态，打闹，然后把杯子打烂了，然后再回到了就是哎，反正就平静了，然后就睡觉，就哎呀，有段时间去看那些卡片，把每个词都看了一遍，然后觉得哎也挺好玩，然后对就休息了。我得着就是其实真的是会觉得整个场都比较累啊，然后也不是太 care 啊，就是又跳得多么跳得多么好看，我就吃了几个，两个，对。就是跟随当下走。哎，我这个确实吃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就比较就身跟着全部跟着那个身体的走，然后关注到自己的呼吸，跟当中跟丸仔跳的时候就觉得。身体有很多的可能性，就又觉得就是身体有很大的不同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状态，然后会关注怎么躺都可以啊，就是怎么躺都可以。对啊，然后就是关到会看到自己身体紧还有松的时候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身体的呼吸的状态是怎么样，肌肉是怎么样子的，会很留意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整个过程下来就觉得很自由啊，就身体很自在，我前面还比较主动就做去跟别人去接触，然后工作上也比较多一些，后来吃点东西，然后就想休息过，然后就起不来了，还是主要热了，怎么热了之后，整个人的专注要差一点，对我来说，我一热，两个脑袋容易发麻，然后就脑袋感觉炸炸了，就是得必须要真的是一个。跟一个舞者一直跳的话我还可以，如果说就可能要有些流动的话我就可能会出来，就会进不去这个舞，回不到原来的状态，反正热对我影响挺大的，我觉得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饱了也影响挺大的，吃饱了啊，吃饱了就后面又吃了点东西，是吧，蛋糕啊，对，蛋糕，对，那个东西吃了一点，喝了点水，然后吃蛋糕，然后肚子就顶顶了。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这一种的，之前有参加过，都是有音乐的。我就发现没有音乐，我好像比较难投入。然后后来大家都跳起来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尝试去投入就好像会好一点，但是可能太累了，然后我就随着自己的身体就让他去休息，这样子整个过程还是挺舒服的。达到你的总体化了。Over啊，没有啦，其实我是好搞笑。我讲真的，我做过很多接触极限，但是都没有，就是上来然后就和别人摸，就接触啊什么的。那其实我对接触极限了解没有那么多，只是做了而已。然后我和真正去接触，比如进行托举啊，在地上滚的，是从丸仔开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的接触极限和你们想象中的现在这种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不是为了拖，我们可能是为了出动作，是有目的的去做一些东西。那其实现在这种接触极限可能就是不会去，只是当下去想当下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也没太懂到底这怎么样啊，什么什么闭眼什么的，你就是享受嘛。然后其实我有点顾虑，
因为我长期不训练导致有点松，就不会很好的控制，控制不好的后果就是会塌下来，然后就有些很多都放弃了，然后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尝试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今天很开心，嗯，第一次素颜跳舞。第一次素颜，不化妆，化妆不化妆，手感。你没化妆？哦，妈呀！没，我眉毛就这么短吗？难道？也不白。Over，Over， 我是魏。然后我今天播的种子就是练习翻译。嗯，然后我抽到的卡片是透明transparent 透明的，然后我整个过程确实也是在经历这种不断的翻译啊，不同的能量如何在我身体里面，怎么说呢，如果通过我可能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或者我流露出来的一些能量又如何影响到他人。我感觉在舞蹈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腹内空间，我特别的专注，那个时候感觉很深很好，但是后来跟别人连接多了就开始凌乱了，就乱了，可能也是这种透明还有这种翻译太多信息让我要去处理的过程，可能就比较，而且在晚上这个时间段确实是身体的那个体能还有专注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生物中也一般就不是这个大家聚会啊或者跳舞的时间，但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我感觉自己也在半睡半醒，然后半迷糊半清醒，的有点也有点是放松放逐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体验。我感觉这个场还是这个场域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有一种感觉，那种场域很干净，就是今晚让我感觉把很多颜色给抛掉了，以及很多习性，让我能够更直接看到里面的那些东西，很干净。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看每个人的脸，对视是最容易产生颜色的，但是今晚我去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彩色，很容易对视。对视的话很容易产生颜色，但是我感觉这个场域今晚的话，那是因为热的迷离了。热。我觉得最就是让我能够去从习性当中解脱吧。了解咗，唔系了解咗咩？你知道？好犀利，我哋好快啊！呢个系作为主持人最难嘅地方，我真系唔知啲人系讲多定讲少。他觉得今天大家总分享很快，因为有时候作为主持人很难预测的是大家会说的多还说的少。因为上个月都在这里试过一次的，那次上个月人仲少一点的，也在这里试了一次，但是反而分享就超时了。
那个时候人还要少一些，但是分享的时候就超时了。唔紧要嘅，咁我哋就倾下偈。我们就聊聊天。呢个聊天都系做翻我哋今日嘅经历。这个聊天也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经历。我抽中猜佢幽默。幽默。头先个过程有冇人系有啲感觉到有啲幽默嘅嘢可以分享？有冇啲咩情景係幽默嘅？啥什麼？跳舞啊！你沒有反應啊！他沒有聽。幽默，你記得嘅情景可以形容下。就是孫菜跳舞啊！你點樣跳㗎？拿着那個箍繩，然後就很投入的。探戈。啊？探戈。即係跳探戈。有啲戲劇性嘅嘢。對啊。有啲逆服嘅嘢。他的语言还好啊，他会说一些很奇怪的奇怪的语言吗？就是那些北方的语言啊，然后搞得我们很停不下心。觉得这个就是用这个武将，你说什么学什么动作什么，但是基本上在武将里面，这个还是 underscore 也是 underscore 是更加有觉察的武将多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不用翻译啊，这些。然后基本上你每次去，真的每次都真的可以很不一样，是不是一个很，我不知道，就算真的算是生活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是怎么样的。但同一时间就是说，你怎么在里面？我们最正经的说，怎么在这里边沉默？怎么在这里面沉默？因为今天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都很慢的样子，到底怎么样是？是有些新朋友，我也不知道。我怕你们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主持人，我怕你们觉得很无聊啊，怎么样？也会有这个状态，所以我会过来碰一下你们，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继续发生，没有就没有，有就可以有更多事情。有其他想说？在上周挑色板，什么是挑色板呢？挑色板。是红色，它是黄色，它是绿色。我没有，我们一个过程，这个调色板。调色板。有些道具是调色啊，然后打烂这个玻璃也是很调色的，等一下就出来。他说我对这个部分没兴趣。啊！刚才怎么发生的？这个玻璃，就因为打斗啊！啊！就是因为打闹那个游戏啊！其实第一开始我的脑袋挡位置，然后说了好几次撞你疼了没有？挡了就没打了嘛，疼不疼？那种打了我脑袋没事，打那个就有事。其实对啊，其实打脑袋是不疼的。还掉个石头掉楼的。不啊，我是有去打地。一掉这个石头掉的，我的。你的身体碰到还是？没有，就是那块东西。直接掉，直接飞过去，他把它划掉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么放心？把它放在哪里？是因为我相信大家是有觉察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家真的会把它打破。那就算了。烂了是吗？啊，打烂了。就打烂了是吗？打烂了一个。你难道没听到吗？听到了，我就故意提一下。这里很危险的。啊，其实上海有几个，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你往后退了退，然后我就摸你一下，你两下。我一看别人嗨了，我就开始不嗨了，别人一不嗨我就嗨，我就这样了。哦，你就这样子的。我觉得你没怎么。我也觉得是，啊、我后来就是他嗨不起来。我后来真顶了，真的，我因为我忍不住，
还是不疼。我觉得你最嗨的时候就吃那个蛋糕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蛋糕吃的不热闹，我觉得。哎，你们两个算是第一次玩这个，这个是什么？我是第一次啊，我这种的，对这种的，之前的那些都是有音乐。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跟谁？跟谁？人生有道吗？跟谁？什么谁？在哪里跳啊？在哪里？就安翁带的。哦，就是哦，就是乐在啊，乐在。乐在也不是在 YMCA 的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他是安翁带的。YMCA 的。我知道啊。你很有名啊。是啊。他很有名。我知道啊。多少年前的 YMCA 看不起，你还是 YMCA。我眼睛也过分了。对，离开七年八年。我眼睛你放哪儿？我现在跟瞎子。不是你们认识的之前的是，你们都认识他对吧？我当然认识他了，他不认识我。你很有名啊。是啊。四千多粉丝。四千多粉丝呢？哎呦呦，不得了呢。青年会啊，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 YMCA。你们以前都在基督教会的团契吗？对，不是团契，这叫 organization。我是基督教的。YMCA。啊，我是。我是啊。全世界都有啊，你不是吧？那里面就没有那么严格，必须是信徒啊。对，但是社会服务机构。在我市不是。北京好像也有。有啊，北京。你是基督教徒，是基督徒。哦，你看什么？对，基督徒。基督徒分好多种。派东西，派装。啊？有分好多。那还是我想好多派系。如果你们愿意分享，就想听多少钱，你们分享。第一次玩的。第一次玩这个，觉得没有啊？我们觉得怎么样？没过，应该玩过三次吧。就有。哦，也不是第一次。就是，但是就是随意的。有朋友就是玩起来，然后就跟着那个就尝试着去玩，然后之前是在成都的 CICD 里面哦，那珊，对，珊珊的，对，然后就那么玩过两三次，就感觉就身体感觉很好，然后但是今天。团仔带的就很不一样，就是让我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我是完全放松了，所有什么东西都不想那样，就让他，就让我去做动作。也不是累，就是没有太多变化，对我来说就变成。因为就是我一直就输出嘛，就没有 give and take， 基本上是我 give。还是我听这次只有单向那种。嗯。哎，那你现在是搬来广州吗？你之前在成都。搬来没有，我是广州人，然后我去了。成都玩。广州人呐、啊，对，去了成都二十几天，然后就。哦，二十几天就玩两次了。20几天，你的耳朵咋样？20多。现在好像极限了。你觉得今天我们有身体触碰啊，怎么样？你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你觉得怎么样？嗯，我自己就是觉得没有音乐，好像我自己没有很投入进来。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在想什么？没有，因为之前的经验是。除了音乐，还有人在语言上面会有引导，然后就像这种的是第一次参加，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进来，怎么去做，有一点点。但同一时间，你冇发现你这样子的时候，你更加的自主，即更加自主的时候的事情。哦。因為正正那件事情你不需要給個音樂界的時候你要 你會找方法你聽白話的嘛對啊活下去啊不用理他其實我可以分享一點是這種他們的接觸即興它可能不是一個方法就舉個例子我們不是我們因為我們學編導的時候會有一個類似於技法的東西
然后开始的时候有人会引导说大家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当他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放弃了思考，我们会听他的引导，然后所有人都是在那个，所有人都是那样做，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思考放到一边。因为比如说他说哎你们可以这样嘛，对吧，这样一敲腿或怎么怎么样就顺着过去，哎所有人都会用他这个方法，那我们就放弃了一定的思考。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可能我们是在比如说我们慢慢进到这个情境，但是很多东西是你自己发现的。当一个人在引导下，你耳朵去听他，脑子会支配你的耳朵去做这个事情，你会放弃一定的你自己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然后在体制内我们把这种东西归结为一个叫技法，就是其实编舞是本能的，每个人都可以编，但是他把它归于一个技法来说的话，就是都会用这种方法，大家都用这种方法，然后都差不多想出东了。你这个话题吧让我想到就是你这个点让我想到如何就是如何存活下来，对我来说如何存活下来，在那一刻也是对啊，就是你怎么让自己怎么居住可以有兴趣存活下来，存活有这个存活这么严重不严重你这个是我们说的什么严重，因为你已经想要脱离了你想要走开你想要跑掉你想要在这个场域死掉不在这个场域我们舞团的建筑经常出现这种人，就是你要如何去直面，用直面面对比会更直接的去直面这样的状况，而不是跟随你的习性就是你的习惯。我可以分享我一次在德国跳舞的经验我去德国第一次去到一个场域跳舞，然后那个场域因为第一次去德国去柏林，然后这个城市在跳接触即兴就很有点害羞，就全部人就只有我一个是就是亚洲人，全都是白人，然后都金头发的，然后但其实我有这是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菲利，就是你叫菲利嘛，然后呢菲利呢就是出于那个就他就会来陪我跳一下舞这样子，就介绍他的朋友给我，但是其实我其实并不是一定得想跟他跳舞，但是初一就是有个人介绍了，然后他比较熟嘛，那就跟那个人跳。好，那是一不跟他跳，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有点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跟这群人跳的感觉。然后当然也有人很主动来跳，当然也有可能自己那个存活的感觉，就是我很想跳，其实我很想跳，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我也有跳，我也跳得很出汗，但是我就是找不到最嗨的那个点，就是很想要跳，但是又跳不出来，所以这个心里很难受。那个感觉就是我又存活下来，我在这个场子里面，我想跳，我想表达，我想跟这些人有连接，明白吗？那个感觉，这个就存活下来。我用我的故事来回应这种感觉。然后第二天，再过几天，我又去了一个很多人的场。然后就如鱼得水，我就随便跳，然后哇，然后跳到12点都不想走的那种。他们是9点开始跳到12点的那种，他们是晚上12。是不是有蓝色光的那个场？不是有音乐，是即兴，一个亚洲人做的即兴音乐。然后现在篮球室内篮球场最大的场，是柏林最大的场。就是有蓝色光的那个场。我那个那天好像没有什么蓝色。星期二跳一次，星期四跳一次，所以哇，星期二有点害羞，其实也出了一身汗了，一定比我们今天晚上热烈很多，但是觉得不过瘾，就觉得那个存在感还不够，就哎，但是去了星期四。下次广州塔约，那你过瘾。不是广州塔，就是在香港我们也有啊，就去那个香港那个维港，就在那个大露台，然后就这样跳。对面的维港，然后跳跳跳，在中山大学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永芳堂啊什么的。跳跳跳，我们有那种户外的跳的经验，跳得超爽，然后是大汗淋漓这样，什么都不顾，就是不断的那个输出，你的 energy 好像就是一大罐东西倒，很想倒，很想出去，对，很想倒出来的感觉。嗯，差
差不多这样吧，应该差不多。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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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quency。频率。就是有些东西不断的出现呐、啊，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是。睡觉。三个人，然后我们两个，哎，我们那个频率很好啊，镜面，然后倒了三个人，我们正面调调缝里面，然后对视了，记不记得？不记得、啊。我忘记刚才发生什么。我们在地板上的频率就只有三个人最高的。对，然后两个人在地板上的频率是最高的。对，起来，然后下去，起来。在地板上的频率是最高的。差不多动作。对，差不多动作。那这时候转前后，前后紧一样。我们有点像镜面，刚才我们那个动作很像镜面膜。还有就是，他们俩在打，然后我们两个人的手指也加进去，那个就是。一个损伤。我不感觉不断参加，就是基本上我只要在广州每周参加，现在节日即兴给我的感觉就像族群的概念，就像族群，那个族群，这个是古老式的说法，对啊，就是能感受到，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真正的去做我自己想要真正。在别的地方做不到自己。就像我第一次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我们的族群有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族群同样有这个意思，那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在台湾有一个老师叫吴明生，他也跟他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这个跳这个新的人是同一个族群来的。因为也很实际上啊，你在街头碰啊，是你认识你最亲的人也好，你也不能让你这样子很触碰的基本上。但是这个族群的人基本上就是，哎，我们就来碰啊，我们就来一起透过这种形式去沟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基本上就，对啊，就是你跟在其他地方遇到其他人，基本上有时候是不一样。其实挺难丢的，就是每一次相遇，我想说的。对，今晚我们都会在这里，就是频率一致，就是有那个渴望，有那个内动力，知道？哎，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地方，会花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频率上是一致的，即使你还在想那180块钱，那这样是想好吗？那只是梗。对，我知道，即使你那个梗或者每个人拿的梗都不一样，那其实还是来了，还是用在这个时间。对啊，其实我花了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对，对，但你至少还在这里睡了。对，而且你一直待到你是第一个报名吗？我还是第一个报名。对呀、啊。那我为什么不知道？你只有试一些新的东西。对，我就没玩过。但我你看，我已经就坐不住了，我要躺下来。坐不住。好，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我们稍微稍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再游走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跳最后这个了，好不好？这个新宝宝先放旁边。先把东西。先收拾东西，赶紧别坐了吧，劳动一下。女孩子不方便动。再问一下，再问一下几位的问题。是方便到哪里啊？哇，我没吃，是不是可以不用收呀？可以啊。这个没事吗？这件是男孩子干的事情，不是女孩子。再问一次，你问他的问题。你就是男孩子了，赶快，你就是男孩子，对，走。